钾可以从温室效应判断这个气体应该是二氧化碳，乙的话我们可以从氨和肥料知道它指的应该是氮气，好，氮气。那丙我们可以从红光，红色的霓虹灯啊，好，发红光的红色霓虹灯可以知道里面充的是奶气。那丁，气球填充什么气体会填上去？氢气和氦气。但是我们现在多用氦气，因为氢气比较危险，比较容易爆炸。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